哎，这想让大王瞧瞧，帮帮忙吧，求你了，啊，好吧？我也没用，预支工资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你还是去找两位刘总吧。还给我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怪不得找我男朋友。你需要用钱啊？没有啊。我都听到了，没关系，你说的话我转给你吧。那还行，你先借我2000吧，我过两天发工资就还你，好吧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坤哥，我花超了，我先给你转500吧。那也行。坤哥。啊？也不够，只剩50了。没事，那个现金我领了，这奶茶给你喝吧，小罗。谢谢坤哥。没事，我去吧。奶茶，大王，哎，怎么样？那个帮不了你了，我们公司不给预支啊。哎呀，淡了淡了，不像小时候喽。哎，小时候我有辣条吃，我必有你一半吧？啊，我吃个棒棒糖，你一口我一口。有一次你要吃那什么鸡腿，我偷我奶钱包，我被我奶打个半死。啊，停！等，再想个办法。阿峰，听说你找财务预支工资啊？最近那么快啊？给，这是10000块钱，你先拿着用吧，不过再跟我说。这也太多了，你都问我干嘛？我不用知道，哪个男人还没点秘密啊？钱。这谁呀？哦，我们老板。老板啊？啊。啊，你的快递我给你拿来了。哎，这什么啊？我们拆开看看啊。挺合我身的。送给我吧。峰哥，走，一起吃饭去。不是，你们去吧。他给你带饭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去吧，我得自己去。都是你们公司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忘了你问要那么多钱干嘛的。哎呀，这马上过年了嘛，我妈说你不带个对象回家，你就别回家了。不是，那跟你借钱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，这男人没钱，女人不爱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，这么多女孩子在你公司都浪费。得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去吧，回去。这钱我不能要。为啥？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啥意思啊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到你们公司上班。你拉倒吧，不行，我们公司不招男的，赶紧走。那你怎么来的你？你管我，你走。